吃。嗯哼哼哼哼，那个糖果好好吃哦。嗯，恩恩姐姐做的糖果。手就脏了。手是个蚂蚁。你要吃蚂蚁啊？给你吃掉，把蚂蚁小蚁蚂蚁，然后晚上你睡觉，它从你的肚子爬爬爬爬 爬到鼻子来。吃饭不要了。小蚂蚁。我想要吃这个纸。在那边。它在那边。嗯。你今天玩到很晚才回来啊？溜滑梯那边吗？嗯。你学校升到六个六点啊？哎呦，春天四月一，香香开开阿杰子诺。哎，我叫你陪他们玩。小生，你学专门装死的人。吴欣逸自己玩吗？还是凯凯跟你玩？凯凯就聊天聊天，不会跟我玩。凯凯后来生气，他说我不要跟小翔、子诺还有吴欣逸玩，他们不要玩别的，他们都不要来玩。走去边仔顶。就爱顶诶。你小孩子都有那种掌控欲，嗯、就是我要你们干什么，好，你们要跟我来。想要吃这个鸡腿。好好吃哦，真是太好吃了吧！